抽屉式的，就是放一些我平常会用的五金工具，像是很多螺丝钉啊，或者是这个壁虎之类的，全部都是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也介绍那个大创的分隔盒子，熨斗，还有这个是搅拌机的主体。背面呢有做这种防滑纹路，所以很适合放在厨房啊，或者是浴室都很适合，非常的好摸。那我放在这边呢，把它当作厨房地垫来使用。干辣椒还有昆布。